看即时新闻现场，我是何志宇。首先带您关心最新消息，宜兰市光复路的南管市场经传火警，火势从一楼窜烧到二楼，持续的往上延烧，甚至更传出有民众受困。宜兰县消防局已经出动了第一大队以及分队前往灌救。现场最新连线给记者徐国豪。好，主播可以看到画面上大楼不断有浓烟窜出，火势目前由一楼窜烧到二楼，持续往上延烧，现场又大批警消也正在极力的灌救当中。位在宜兰市光复路的南管市场，宜兰县消防局晚间9点时接获报案，已经出动第一大队及分队前往抢救，现场一度传出两人受困，但经过初步清查并没有人员受困的情况。在一二楼的部分有发生这个起火燃烧的状况，那么第一时间我们总共出动4个分队，那目前我们初步将一二楼整个搜索过，是没有人受困。据了解，起火的是一楼的摊位，是一对年约60-70岁的老夫妻经营的烧鸡及烧鸭摊贩。而传出火警后，夫妻也到现场查看，看到整个摊位被烧毁，老妇人甚至还当场昏厥，所幸已经送医。而火警也在持续的灌救当中。以上是现场最新，将时间镜头交还给棚内。